电视机这样遥控器这样转过来转过去，老实讲真的都不知道要看什么耶。可是整套按频道超越了以往的使用习惯，同样是遥控器，我按一下 OK， 可以从头看，也可以跳级看，而且我可以一坐下来就从第一集看到第六集。我没想到居然看实战玩家也让我有追剧的感觉。像 LeeTV 我觉得它很棒的地方是它不仅是在电视电脑还可以用手机看。 LeeTV 整套看让我可以在同一台一直看下去都不必转台，而且能用遥控器选集看真的很方便。频道内容还会时常更新，真的是很聪明的设计。当然愿意啊，为了我最爱的欧巴一定要买。会因为真的很方便，而且对我们小家庭来说真的很划算。